Yeah. <笑>我这次来，主要是为了给你这个。这是金的。知道你喜欢这种玩意儿，我在街上顺路买下来的，就当做你的生辰贺礼吧。谢了。那我去劝阿冲。 阿冲啊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朱安已经答应之后不会再画了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。那次拿了我的东西始终不肯还我，什么东西对你来说这么重要？一个玉佩，还有锦囊，那个锦囊里面装有我的私印，若被有心人拿到，定会出大乱子的。私印的确很重要。还有那个玉佩。玉佩？那个玉佩。 是我们结拜为兄弟时交换的信物，我定要将它拿回来。嗯，洪哥，你的玉佩呢？下山路途颠簸，我怕磕坏了，所以放学院里了。